收看 Max All Day 大世纪。久坐不动对于身体有巨大的健康隐患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定时站起来活动一会儿。不过司机就麻烦了，他们可不好离开座位活动了。捷豹路虎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研发出了一款特殊的座椅，让司机可以保持坐着的姿势站着开车，边坐边站。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姿势？扎马步吗？其实啊，这把座椅看起来和其他椅子没有任何区别，使用时也是一样，司机就是普通的坐在上面而已。不过它内在的科技就厉害了，它能够欺骗司机的大脑，让大脑以为双腿是站着的。因为这款座椅的椅垫下安装了一系列微型振动器，当司机坐在上面时，他们会持续不断地刺激人体的臀部和腿部，而且这种刺激是模仿人类走路时的频率和节奏，从而令盆骨产生同走路一样的振荡频率，给大脑营造出仿佛在走路的错觉，以此减轻长时间开车带来的疲惫感，这样一来就如同站着开车一样了。不过可别以为它会让你疲惫，其实它的操作非常的细微，几乎不被人体察觉，所以也绝对不会让腿部产生不适感，更不会影响座椅的舒适性。而且据说它还能根据每个司机的不同量身定制，确保产品的可用性。这听起来有点像绑在身上的震动减肥器，到底有没有效果不禁让人怀疑。你觉得这个想法可行吗？视频颜色来自 Star Car Cipher， 由 Maxonic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